OK， 哇，可以放松。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pilot, Captain Jack Lee, and we're toward Xinzhuang Wulonglu Shiying Peng. Today's weather is fine, excellent. Hope you can enjoy your trip.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多，我们要出发去拍婚纱了。Oh my god! 其实婚纱本来是预计六月底要拍摄，但是呢，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医生又警告我说不能散步，不能太累，要多休息。我又正在出血的情况下，我们就决定跟我们的团队说我们要延期，因为就觉得当然还是以那个宝宝的安全为主，所以就延到了今天，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结果九月份的时候呢，我的肚子现在目前是四个多月，因为大家都说五个月会大最快，但我最近就觉得它好像真的开始在慢慢的变大中，所以幸好我觉得赶在五个月之前赶快把它拍掉。对，所以希望今天可以一切顺利。是 OK 哦，准备三二走，开心。下一个 ，OK， 很好。哎，不错不错，下一个，准备。好，来三二走 ，OK， 很好。再一次哦，脚板压，脚板压哦。我的压吗？对。
很好，最后一个，三二，OK， 哇，可以放松。莫非这就是大家说拍婚纱很累的感觉吗？现在我要先放饭，他还在拍个人卡，等他拍完个人卡他吃饭，我就要去用妆发了。 OK， 吃饭。你刚拍完心情如何？还有两个 two more to go。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累？我一点点，对不对？好奇怪哦。是因为你一直在 hold 在那个状态哦。对，然后又要想，但他们就很专业，所以还蛮愉快的，很好玩。你吃饭吧。快吃。好，可以。哦，我是鼻子，对对对，好，来三二一，来。鼻子，嗯，很棒，眼睛闭起来哦，维持，三，二，很好，三，二，再。老师，你往前拍，你的脸转过来一点点。看一会吧，而且我回去看照片，对，期待照片的呈现，拍摄顺利。